天堂，一念地狱，为了黎民百姓，请三思后行。臭和尚，你们坏了朕的大事。今天我要亲手送你们上西天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本轮回，不信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？我就是苍天。 李将军，带兵从东门进攻。是。御史将军，你带兵从南门进攻。是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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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继续打。施主，等等，不要答应他们。张金宝，你还没死啊？王仁泽，你都没死，我怎么能死呢？还有我的大益虫呀！哈哈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原来都藏在这儿，把他们一并除掉。胜算不大。嘿，就你这点武功啊，还想在我的面前卖弄？哼！臭小子，你去见阎王吧！张天宝！你们这些叛逆都给我听好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。阿弥陀佛。怎么了？住什么事儿？童瑞，出什么事了？快去救少林寺。好和尚，现在交出嫌犯还来得及。阿弥陀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成佛？好，成全你，给我上！就是你的死期，这句话该我说才是。拿命来！我还与你多厉害，我若非重伤在身，你绝不是我的对手。我怎么没这种感觉？你这个贼子，还敢跟我较劲？你认命吧！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好啊，那你来代替他吧。由贫僧来吧。师父。
终于出现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铁虎在。
怎么办？别泄气，一定要闯出去。好，雷移动之。 他们作恶，自会遭报应的。我们就是他的报应。我们让他以血还血。还记得为师跟你们说过的吗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家事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师父，谭宗说的对，你们要执意报仇，就会跟他一样。 堕入幽暗的地狱。师父，那怎么处置他们？王仁泽暂时囚在四后毁心洞里。啊！至于铁虎嘛，立即释放。什么？释放他们？不能放了他！阿弥陀佛，这是我们的人马，这是我们的人马。啊！嗨！ 谁呀？敢算我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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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三，你敢玩我？找死！来吧！
臭小子是你！畜生！我不对你下手，这还不安分？哼！简直不知好歹！呀呀！呀！仁义啊，你没事吧？凭我这些本事，除了圣上以外，还真找不出对手呢。那是自然。这次带了多少兵马？不知堂兄下一步有何打算呀？你快去点齐兵马，立刻进攻少林寺。好啊！来！王仁义，你疯了！王仁泽，该你偿命了！王仁义，你敢造反！看你今天往哪儿逃！兔崽子，当年我就该要杀了你，就没有今天的后果了。杀我全家的凶手，果然是你叔侄，是又怎么样？王仁义，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吗？后果就是杀了你，为家人报仇。王仁泽，你跑不了了。仁义，快挡住他们！王仁义，你胡说！我们家的血债，你该偿还了。哎，孙杨，孙杨，飞扬，他不叫王仁义，他是我弟弟张天勇。我不管他叫王仁义还是张天勇，杀害我亲人的凶手就是他。飞扬，飞扬，我们不要打了，我们现在主要是灭掉王仁泽。你也要灭掉王仁泽？他也是我的仇人呢。我不会选择的，知道吗？三阳，快住手！三阳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要
为家人报仇。你不能怪他，他是被王世充利用，是迫不得已。少废话，拿命来。桑阳，桑阳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现在重要的是消灭王仁泽。是啊，桑阳，先拿下王仁泽再说。别让王仁泽跑了。就凭你们几个想杀我，门都没有！九军，嗯，少主，有什么情况吗？没有。好。没想到吧？我还没有死，你感到很失望吧？啊？背叛了你，是你背叛了我们，背叛了皇上。
啊，怎么才一会儿功夫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啊？起来呀，起来。逃出来，他怎么那么傻，去自投罗网？属下听说他要去找张天宝。张天宝，张天宝，这个傻头，在他的眼里只有张天宝。大事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张天宝攻破我们刀阵了！范同，天友，我来救你了。大哥，别过来，快走。大哥，别管我，快走。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大哥，
长兄弟会，表演的不错。大哥，别管我，快走！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你们两个朝廷钦犯，就别退让了。这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放你的狗屁！该死的人是你，给我上！情况怎么样了？不太妙，高飞扬也跟着去了，那边那么多官兵，凶多吉少啊！哎呀，你说曾阳怎么就不能忍呢？嘿，你说什么？你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？胡说什么呀？哎，你说的容易啊，可是当你面对杀害你全家的凶手的时候，你能忍得了吗？我要是不能忍，能在王世充身边那么长时间吗？哎，你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哎，行了，别再转文了，他们情况危急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别急，让我想想。啊，还要想想？Yeah!
二义，王仁义早已经死了。呀！
老死人都不会放过你们。施主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程将军。弟子也有同感。嗯，静得出奇，大家千万小心的。
的。半天了，啊，还没有消息，不行，俺受不了了，不行，俺得去。杨进，不得到此。哎，哎，秦大哥，杨进，李大哥，谭宗师徒，啊，深明大义，为了营救唐王，不但冒死潜入天牢，而且连少林寺都搭上了。如今，他们生死不明啊！啊，咱们竟然在这袖手旁观，你们说？行吗？殿下，莫将军率兵前去，如遇不测，老臣愿负一切责任。杨进，末将愿立下军令状。启禀殿下，方才属下抓到一个奸细，说下去，根据奸细透露，禁军和和尚们在宫里打起来了。啊，还等什么？打呀！Oh!
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我来。天堂一念地狱，为了黎民百姓，请三思后行。臭和尚，你们坏了朕的大事，今天我要亲手送你们上西天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本轮回，不信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？我就是苍天。Come on!
将军。在。李将军，带兵从东门进攻。是。程将军，从西门进攻。遵命。秦将军，从北门进攻。遵命。尉迟将军，你带兵从南门进攻。是。